我是刚刚列车上的8月11日20号，对面有900圈呢，16:30，首发车是1214，这班是1214哦。请帮大家续班一下，我先组的英绿色下次要面对用903圈呢。你对面是我看一下，哦，906圈车，1218次，太阳基隆江山线，基隆的英绿色下次要面对用900圈呢。南港又是一个双九版，在七鲁就是一个双九版，在这边又是一个双九版。拜拜，1218次九三用基隆，因为车水下次面都用906圈的站，南港站是利用。刚才就是这样了，拜拜。1214等下就会死掉。